夏伯哥，什么事？你行不行？我用蛇可以把活活抓起来。不可能的，不信。不信哪里还放筷子？错了，大王，给我推了推吧。服务员与客人的爆笑对话。啊？大哥，你点菜单上的行吗？服务员，买单。哥你好，你这桌消费一共149块。好，给你150，找您1块。1块别找了，当小费了。五号桌消费1块。哎，再给你找什么找啊？有药不起来了。老板娘，哎，你好。有雪碧吗？有呀。冰的有吗？当然有。你先给我来杯可乐吧。微信能支付吗？行，可以的。支付宝都可以。哦，算了，我给现金吧。来，哎，你要付款吗？要啊。没有。算了，我不买了，我不买了。你好，小安，你好，您太详细了。耶，这服务员不赖。你有对象吗？大哥，你有想法吗？确实有想法。大哥，有方法。现在就这么现实吗？没方不能结婚吗？你们那都是雄性动物，你指的就是贱货，你不打我，我带下来啊。哎呦我的妈！小姐，馋嘴。今天您点的酸菜鱼。我来吃。啊，不好吧？我们今天说我们不能吃客人做的东西吗？不用担心，明天我就说不准备。哇，你好，这么客气的。我给你买了辆车，是老友会。啊，这么会飞吗？周末就跟我回家垫付，下个月。啊，可是我觉得。不要觉得，我只要我觉得。好的，等你通话。我说我是一车钱的，你记得。您好，先生，您要饭吗？你会说话吗？给我来碗拉面。您要大份吗？加一元配可乐，您配吗？我不配，我不配。来，刚拉的，趁热。哎呦我的妈！给我打包，我没心情吃了。好的，您装什么呀？先生，一路走好。哎，服务员，烟能订桌不？哥，能订桌啊。都多少钱一桌呀？嗯，您订几桌啊？28桌吧。28桌，那比如说按照588元的标准，然后送您2瓶饮料，1箱啤酒，我哥您看行不？行。那您是下个月几号？下月五号。下月五号，那您是红的还是白的？什么红的白的？就是喜事还是丧事？说老妹儿，你家跟阎王有亲戚啊？老妹儿，你家跟阎王有亲戚啊？出家丧事提前1个月预定。不定了，什么玩意儿？这不让你定吧。服务员，人呢？那个1共200一斤。多少？200一斤。我吃这么点玩意儿，200一斤啊？不是，那个咱们嘛，那个免费那个海鲜自助，还有那个厨师嘛，都是免费。我也没吃过那个呀。你没吃那个那是你的，我没有提供的。我懂了。算你刚才亲我那一口啊，我给你转回8个。我什么时候亲你？等会儿啊，我什么时候亲你？你亲没亲是你的事儿啊，我提供了呀。哎呦我的妈！谁是老板？咋了？谁是老板？来了。来，你看。来、嗯。嗯嗯嗯，走。啊，你太厉害了。啊。就是动成你家买卖好，我才你家吃，你自己看。都吃了了，再来一份，太好吃了。哎，能吃不香？我这个我吃。确实好吃，真好吃，真好。你给我牛过呀！真好，变好。你给我下肚都不疼了。哎，您好，女士，我们要打烊了，您看把单买一下吧。哎，您好，女士。我吃饭什么时候买过单呢？嗯，你这样讲的话，我要叫人了。怎么？我吃的是上桌剩下的。上桌剩下的，我买什么单呢？炸！有人。
是吧？我哎呀，去少一点。我操！啊，对不起啊，老板，你看这个我这自己带了点菜。你不是对不起我，你他妈是看不起我，我他妈这是自助火锅，我他妈这是自助火锅。啊！你好，大哥，点菜单上的钱呢？帅哥，帅哥，怎么了？怎么了？我这汤是吧？出来一下，出来一下！平常要求熬汤按标准熬，你这汤是怎么熬的？赶快出来一下！来了来了，我没问题啊，我就按照标准出的呀，我没按照模糊熬的八小时呀，全都出成这个样子，你自己尝尝。哎，帅哥帅哥，要不我们帮你重新换一个好吧？没事没事没事，我酒喝多了吐里面了。你好老板，我给你借点东西呗。要什么？你把命借我用用吧。借不了。不是，要不这下雨都给我打湿了，你借我用用，我下午给你还回来。你要借命我怎么借？哎呦我的妈！对呀，下雨打的那个，那叫伞。伞啊？没有，没有啊。啊，没有，我这就是一个太阳伞，我都没那大什么、哎，我都没打伞来，我穿冲锋衣来。要有能借我吗？有可以借。啊，行，那拉倒吧，谢谢啊。啊，没事。嗯。看，您一共消费260元。今晚所有在座的消费我买单。那可得七八千呀、啊。刷卡吧。哎，大哥，我能顺便点俩菜吗？哎，我们公司聚餐，你瞎掺和什么呀？服务员，结账。你好，先生，你都吃了啥？我吃啥你不知道吗？你是服务员，我是服务员。你这吃的也太干净了吧，一点都不剩哎。啊，行行行，赶紧结账。烧茄子48。不烧猪蹄48。哎呦我去，这都行啊，你牛啊！你好哥，烧饼给您上错了，都给您上一份。啊，没事，这我没动，拿走吧。那不行，哥，你也得掏两份钱。凭啥呀？同样的烧饼，我吃我自己这份，我那份干啥花钱呢？哥，你吃的就是我上错那一份。姑娘，你要什么包？给我来一个肉包。哎，好嘞。小伙子，你呢？我也要一个腰包。那他要腰包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你也没问我。小姑娘，你不是也要一个肉包吧？不是。哦，那就好。我要两个肉包。师傅，这鸡要多少钱啊？350。那便宜点呗。已经是最低价。老公，你一千变的鸡要多少钱？450啊。好嘞，知道了。别给我嫁祸！我在这个网上找谁？欢迎光临！哎呦我的妈！大哥，二哥，二弟，三弟。大哥，今天吃点啥？黄河大鲤鱼。三弟，去给大哥上一去。好的，没问题。大哥，请好。你好，有什么需要？我冒昧的问一下啊，咱们这里有没有未餐服务？啊？未餐服务就是为我吃饭。未餐服务？对。没有未餐服务。我长这么帅都没有未餐服务？没有。你确定没有？没有。好，那你能不能给我上套餐具？你好，你这是卖彩票的吗？是的，是的。没买过彩票，第一次买，就是你买彩票，就是是不是心态要放平稳一点，不能有太高期望。对对对，是的，是的，随便拿是吧？啊，那你就给我拿张500万的，拿张500万的。那哪有第一次就中500万的？第一次中不了500万，中不了中。那100万的，100万。100万也不行，没有这么好的运气。20万呢？20万也没有，你只有
随机打。随机打啊，随机打。我看人家都中了500万呀。那是随机打，他运气好。我不能直接拿500万。是的，是的，不可能。哦，好吧，那你给我随机拿几张吧。好的，谢谢，谢谢。你好，先生，请问几位？自己来的。啊。用不着，晚上来碗疙瘩汤就行了。只要一碗疙瘩汤是吗？对。啊，那你是打包还是带走？啥？打包还是带走？你说啥？你是打你他妈聋啊！我问你是打包还是带走？你家不让在这吃啊？啊！一会儿。服务员，快！不是你家这啥锅包肉啊？怎么着？你直接去外面捞两块钱。没那个必要吧？咋的呢？你都咬不动，他能咬动吗？他都扒了干了都。先生，米饭您要软一点还是硬一点？嗯，那米饭还分软硬吗？对呀。那给我来一份软一点的吧。好嘞。六号桌客人要吃软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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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您的软饭。哎，哎，买啥呀？卖凉菜呀？来了，买啥呀？哎。不是你跑啥呀？买啥呀你呀？跑啥呀这是啊？要根黄瓜，啥事儿啊？要黄说要黄，跑啥呢？哎，老板，我记得你这里可以送货上门吧？对啊，包安装。包安装？流氓！嗯、哎呦我的妈！怎么是冷的？服务员，怎么了，奶奶？验一下。验。你什么意思？我叫你验一下。不验了。我是叫你拿包纸验一下。哦。不吃了，打包。好嘞。服务员，开酒。先生你好，这边有5块的，有10块的，你希望哪一种？你看我这个样子，适合喝哪一种？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没有2块的。Are you okay? 但是我觉得您更适合喝这个。老板娘，怎么了？这个盆子多少钱？10块。都是老顾客，能不能优惠点？8块给你吧。好，给。收你10块哦。好。收你2块。啊哦、老板人真漂亮，祝你生意兴隆。雪花飘飘。你好，欢迎光临，请慢走。欢迎光临，请慢走。光临，慢走。光临，慢走。光临，慢走。光，慢走。光，慢。这点我请客，别给我抢啊！行，老板，那桌多少钱？一共消费500吧。我来个电话，我接个电话啊。喂，我来。老板，来给我拿瓶红酒。我接电话，一会儿过来。哎，总多少钱？红酒300，一共消费800吧。过去了。你看你怎么又让你埋单了你下回我挺好破费了你看走了老板啊哎哥嗯我东西落饭店了你看这里等我啊可以好老板把我这酒退一下、啊、你这刚买的酒为什么要退啊刚买的酒怎么能就不给退啊怎么你卖的是假酒啊行吧退完了你退完了怎么没有通知啊啊原路返还、啊、
按原路返还。你原路返还退的是全款，给刚才吃饭的五百八付一下，给刚才吃饭的五百八付一下。有人。